呀，你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铃声，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铃声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 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和最新的发现，等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Hello， 袁医生你好。Hey， 大家好 ，Della 你好。我哋继续我哋嗰、那个孕妇嘅系列啦。咁样样咧，就系、是、今次系想讲，就系喺怀孕期间嘅时候咧，有时候可能都会遇到一啲即系咳嗽、哦。咁唔系话普通吃吃几声嗰啲啦，咁即系都系几严重嗰啲嘢嘅咳嗽㗎喎，咁都有好大嗰个嘅伤害性啊啲嘢，咁如果系同类疗法或者你喺临床上面可以用啲咩方法处理咁呢？係啦，咁我哋当然讲緊呢系啲好严重嘅咳啦，咁有啲人哋咳咳咳咳到惊住个细蚊仔咳咗出嚟，係咪？即系有时有啲人都有啲咁嘅顾虑嘅，咁如果嗰咳系咳得好犀利好严重嘅，令到你真系有啲惊嘅时候呢，咁记住就乌头啦，乌头系一种好猛烈好嚟得好突然嘅好似一个风暴嚟㗎，呢个就乌头嘅症型嚟㗎啦。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呢，你可以咧就系食个乌头啦，吓乌头30 cc 啦，咁每五分钟食，食多个10 cc 都可以嘅 ，OK。咁即系喺急性嗰阵时候咧，记住疗剂咧可以系好密密咁食，每分钟食一次都得嘅，食到你咧直情咧即系个症状停止或者舒缓咗，咁先慢慢就食嗰个份量咧系食得疏落啲 ，OK。咁通常个疗剂咧系可以咁嘅，咁尤其喺急性嗰阵时候咧系更加要记住啦，系用得密啲，好啦。除咗曾经讲个乌头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嗰个癫痫啦 ，Belladonna 都系嘅，啲系好急烈嘅，即系好似啲好似啲火谷出嚟咁样。咁通常咧呢啲咳咧就面又红啊，又轻又红啦，咁样嘅呢种咁样嘅呢、这个就癫痫吓，癫痫系 congestion 啊 ，Belladonna 啊，好似一个好似个钟咧喺度 bang 喺度胀敲咁样嘅。好啦，另外一个呢就係嗰个白蛇根啦 ,Brownian Album 啦。咁白蛇根呢通常呢就会伴有系头痛吓、啊。头痛都好犀利㗎，唔敢咳㗎。一咳呢哇个头胀到痛，即係仲撕裂嘅痛嘅。咁呢种咁样嘅症型呢，呢个就嗰、那个白蛇根啦。咁通常白蛇根呢仲有呢系好口渴 ,ok? 好口渴、啊、要大量咁饮咁可能中饮暖水又可能饮啲冻水呢、这个就白蛇根，记住头痛。一咳就痛得好犀利，好啦，跟住咧就系、是、嗰、那个个吐根啦 ，epicat 啊 ，epicat 嘅吐根咧，咁通常咧呢种症型咧，通常咧系有闷呕，想作闷想作呕，咁通常咧 epicat 咧有个好特别嘅地方，你叫佢睇条脷睇睇咧，系脷胎系干净嘅，冇白脷胎，冇黄冇成，系干干净净嘅，但佢主要系作闷作呕 ，OK， 好啦，另外一只咧就系、是、屙性甲啦 ，costicum。屙性甲，以前我哋就翻译错咗嘅，就成日叫做屙性钠，其实应该系 potassium 嚟嘅，咁所以咧应该叫做costicum 应该做屙性甲。好啦，通常咧屙性甲嗰种咳咧，就成日咧好似有啲痰黐喺嗰度，颈下边，咁啊成日想咳咳佢出嚟嘅，好大力嘅咳嘅，咁但系好多时候咧，你咳得犀利嗰阵时候咧就飙尿嘅。咁呢个好多时候呢系嗰、那个屙性甲嗰个症个症状呢，咁我哋嘅我有啲肌肉呢系松咗㗎，即控制唔到嘅。咁所以屙性甲呢系会咳到严重呢系飙尿嘅。好啦，跟住呢就系Sepia 啦 ,Sepia officin 啦，即系个墨鱼汁啦，咁呢个经常㗎啦。咁通常墨鱼汁嗰种咳呢就系嚟得好密，干咳干咳到你好攰嘅。咁通常夜晚呢就越来越差，咁口呢就有一种咸嘅味道嘅。咁呢个就系
咳嗽嗰个嘅处理嘅方法啦。咁当然我哋而家呢个系列就系讲紧咧系怀孕期间啦，妇女所遇到嘅问题啦。但系头先啊袁医生解释呢啲疗剂嘅时候咧，对于个咳嘅时候咧，即都唔系一定系即系怀孕嗰阵时候先用到嘅。譬如好似而家呢啲时候嗰个感冒啊，好多人嗰个就系嗰个新冠之后咧就出现咗呢个咳个情况嘅时候咧，其实都可以用得着上去嘅，即系都可以嘅，只要你配得啱。嗰、那个症型系啱嗰个嘅疗剂咁咧，咁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嘅。咁所以咧就要家中常备咗有呢啲疗剂啦。咁一遇到呢个问题嘅时候，就可以即刻攞出嚟用啦，就唔需要话要去等啊，或者系要再要去约见医生啊咁样样啊嚟到先至可以处理翻，揾到适当嘅疗剂，好快脆就即刻见到个疗效噶啦。所以家中一定要常备嗰啲疗剂喺度，唔好等到咧系去到即系出现咗后遗症嘅时候咧，先至可以去搞嗰个问题，咁就要即系可能未必可以搞得翻到噶啦。OK， 多谢袁医生同我哋嘅分享。各位有啲急切性嘅问题，可以打以下呢个电话同阿袁医生预约会诊，电话号码系25773798。想了解多啲嗰个疗剂或者系其他嘅健康产品，可以联络我哋六创意健康店，电话号码系2882-4848。而喺海外嘅听众亦可以透过 Skype 同阿余医生做一个网上嘅会诊，可以 email 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如果想重温翻我哋嘅节目，可以上翻我哋嘅网址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翻 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噶啦。今日唔该晒你，袁医生，拜拜。多谢大家收听，拜拜。